纯兵解闷儿。我这个是三升的啊、哦，三升的，碎冰的话就用三升的，碎肉两分就够用。妈呀，这你给我敲的太碎了，这咋整的？盖儿呢？少打两下，吃点带颗粒感的那种，要不打太那啥了，就变成绵绵了，绵绵贼噎，然后还拔凉。咦，看，看，这个盘是304钢的，我拍这个是三升的，碎肉的话拍两升就够用了，碎肉碎菜加用包饺子啥的，碎冰的话就得来个三升的，因为。它那个这个刀头有大小区别，两上那个碎冰的话毕竟冰硬，它不像肉啥的不抗造，这个比较抗造一些。
Thank you.